真体回归庆祝出道15周年，除了推出真人秀，时隔5年他们也再度合体出击。近日少时新专辑宣传照释出，28号他们也到韩综认识的哥哥做客。新闻图一出，直接冲上韩网讨论热门文章。穿上制服的他们，身材和美貌都在线，完全看不出岁月痕迹啊！감사합니다.